街上没有人，只有环卫工人。和我这个穿着跟环卫工人一个颜色的老头，前两天流传说得戴口罩，飞沫。好人像我这种很早就说戴口罩，因为这口罩阻绝不阻绝别人，你至少你自己咳嗽别咳嗽人一身。我去日本，日本人跟我说戴口罩就是为了别招人烦，尤其岁数大了，一嘴子叫善田方法叫牙酸口臭。我特早以前，我的编辑靠近我，我们俩研究照片，我就闻见他嘴臭，我不好意思说，我就知道我自己肯定也臭，因为人一老了就逐渐的坏，牙酸口臭，肠子坏了，心肠坏了，最后死屁嗝屁着凉。所以我反对不戴口罩靠近人的人。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比到处乱接触乱写这种字更有用。这人就不戴口罩，还骑着个电驴子到处走，好像是个卖早点的。他那早点我敢吃吗？你说，每个人好的卫生习惯是一个民族强大的根本。昨天我说我师弟身高1.9米，日本大使，我平常买早点的那些地儿都没了。这个送菜的就不戴口罩，他送的菜你敢吃吗？这两天又流传说粪口传染，虽然说街上的灰尘、街上的泥、街上的水踩在鞋上都会传染。这一说不要紧，没人敢出来了。早上的太阳波长长，所以显示是红的，其实和离我们远近无关，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比红外线更长的波长，看不见比紫外线更短的波长。科学民主是五四时候的两大口号，现在好多人既不民主也不科学。